审庭现在裁决，被告刘嘉文行职务之便，侵占张新田小姐理财资金新台币500万元，被告虽已返还款项，但未取得原告张新田小姐和解，并且也未取得原告之谅解。本庭宣判，被告刘嘉文处以有期徒刑3年2个月，即刻发监执行。